来吗？三百也很少，但是老汉要买。去年妈妈都卖了，后面要再有妈妈又买。今天那个地，刚才那个称一下看肚子，不到三十斤，不到三十斤。来人呢做了三百斤，咱们连载不到三十斤，没有漏鱼的一定喝。还要做花生吗？今天要去榨油。每年到这个时间，花生的味道和饼干一样，味道很很香。得派出我干活。嗯，这样子。那么走喽，你看大家看我有干活。出发加花生油。我来快点。这个太紧你知道。比桶重一点。太轻你看。一个手我可以拿的。妈妈说的55斤，但是她也看不懂。还有这个去皮，老板，这个多少？我们看不懂。70。多少？70。你是？哎，这个是皮啊，正皮啊那个。这皮啊那个。没有，这叫骨头，这叫皮啊。买两袋，几袋几斤？这袋。我嘞。哪一袋？两袋，我们家人那么多，两袋好了，你看怎么好？我拿，这老顶都不动了，这个一袋真的太重。放这边啊，这边还没卸掉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年的花生。这个好的，哦，都是的。哦吼，慢点，都是好的。我们这块山都没有肉，你看，都空空的，很多空空的。啊，好。慢点。咱们搂这个没有？这个买的呀，这个我们家的。油，一烧油，不要浪费。你看，你家花生少，那你可以来买。然后买好了，花生放几季，它是果壳。四袋花生，煮一袋花生，因为这边一半，这边一半，一袋花生。40斤，那么我看一下会多少油，会一桶吗？不一桶，没有那么少。他就挣来的100斤，可能最多榨油出来35斤，35斤咱们那个里面都没卤，也能几斤？不是，我们这真的太轻的。哇，这个老板很出名，他是花生科。烧火，花生的水流出来，哇，真的在这边喝很香。芭比了，对。
他这边底下是冰的，让他冷的，冷的有的就拿好一点，冰在底下。哎，对呀，这个放里边，广场最近不知道，就在这烧烧起来。这个我看到是烧火。会的，锯末，你看以前锯末，观察那个锯末，如果说一直捂着捂着捂的，啊，哇！但是好多人也会不知道这个是不是。小的时候我们有吃。你知道我们在乌克兰，我们是瓜子油，然后我们是瓜子的这个，不是花生。嗯。但是小时候有吃，但是这个我们给猪。我们喂鸭子，我们给猪。老公有帮忙，因为他们的油太多。多重啊？40。40斤，20公斤。山东喂，山东喂，这边多少？15斤。15斤。一口出来就山东喂。第一桶，40斤。嗯。这边15斤。40和15斤，55斤，走了，走多少？你来看我来，我问。55斤，你那个，你刚才那个桶没去。空回头回家再算多重，差不多那就53斤嘛，差不多。52斤嘛，好，回家了。小时候我们的学校在这里，然后每回一榨油的时候，可香可香了。学习成绩肯定有那么几分被花生油给耽误了。太香了，上课都听不进去。